那看起安逸嘛哈。可以可以。这块装不到了。看起安逸。Hello 大家，我是秋妹，很久都没吃猪蹄了，看毛衣去买了几个猪蹄子回来，准备做一个香辣猪蹄哈，啃起上。你爱得很咯。啊是。把猪蹄弄起洗一下，现在那个猪肉涨价了，那个猪脚好贵哦。肯定贵噻，那个全是买那个猪尖儿。那种哈，那要吃都要吃好贵。全是精华尖角，你看。是噻，你看。好，猪蹄拿起去，给它焯水卤花。猪蹄冷水下锅，葱姜。干辣椒、干花椒、香料卤料啊，等它卤哈，卤得差不多了，把那根藕放进去煮两下哈。煮好了之后，把它捞出来。猪蹄剁了来吃都可以。炒一下香些。炒一下香些，嗯。现在开始炒料，油烧热到姜蒜、干辣椒、干花椒、香料。放一勺豆瓣酱，一把辣椒面儿，还有一个火锅底料哈，你看，给它炒化，炒出红油，倒猪蹄红藕，给它翻炒两下。哎，我们炒香了。好安逸哈，嘿嘿嘿。好，再倒洋葱、青菜、辣椒，炒好了，放一把芝麻，和两下都可以出锅了。那看起安逸嘛哈，可以可以，这块装不到了，看起安逸，嘿嘿嘿，那个落雨天来秧歌儿凉啊，那个有二两啊，那个杯子我们这儿凉，那个只有一圈儿了，二圈儿了，哎呀，管他的，来，整一个，哎呦，好趴火哟，看起，啊，猪蹄真的是，撸个撸个炒起要吃去。哎，没得很。香辣猪蹄比卤猪蹄好吃。嗯，它是佐料，它是。匀一口啊！哎，那个也好吃。一个一个吃过来嘛，你要是搞不赢就捂不赢了。早有开工。要扔它扔去，放到那里面也一样，你可以扔。你的不是为了让它扔。看破不说破嘛。哎，把鞋换了。嗯，吃饭了。来吃点嘛，是吧？啊，嗯，可以看，干了喂，你来好骗呢。没得，好喝，可以。呀，这种尖尖肯定最舒服了啊。嗯，对。他们说没耍朋友的不能吃尖尖儿。男朋友吃。要不男朋友擦罗啊？你又男朋友都没得。你又不准备耍？男朋友都没得，哪里擦罗了哈？是、啊。嗯，对。嗯，这个吃起好口弹哦。你吃的我有点像那个土拨鼠。啥子？土拨鼠。吃了肉，很干净，爆好吃啊！
嗯，好吃。好吃多吃了嘞，听说。真好吃。肉少吃了。来吃我，走你也吃啊，不要扔我了。我把它翻过来，你可以打哟。你也吃我的料。那么整，好了。啊，哇，不是，那个烧的猪脚干，你看，安逸哈。嗯。拿一块给我，免得我一会儿中暑了。真的要热得很喽，准备给煮一个那个啥的，简单的姜媳妇儿吃啊，把猪脚洗光。现在去买个菜的汗水都要把流干，那要不是你想吃的，我也买都不得去买。现在他们对我那么好，一点不习惯呢。猪蹄下锅，葱姜料酒，煮起，我们把米粉泡起。那又是新的一把米粉了哦，又要吃好久。用奶水给它泡软。一把米粉那么大呀？对呀、啊，五大五斤嘞。猪蹄出好水，给它捞出来。哇，好多哟，今天啊。好，给它洗一下炒去。锅里倒油，姜蒜、干辣椒、干花椒、香料、豆瓣酱、香辣酱、辣椒面儿，炒香加猪蹄。倒点老抽，上色。好，加水。好安逸，等它慢慢炖去。猪蹄炖好了，好香哦，炖起老趴。好香哦。嗯。好，开始煮粉了。水开，下米粉，多煮点哈，好久都没吃了，想吃得很。给它煮起，像那种筷子哈，也掐得断都可以捞了。捞到冷水里头泡一下，等会儿吃起会更口弹哦。再烧一个水，给它烫个一分钟。要泡胀了好多哟，嘎。你跟我煮完了，给你有点炒完了，炒起好吃啊，哈。再泡点就行了。说的也是啊。出锅，哥弟弟个人来捞我啊。好好好。给你留点点。放点飘儿菜，那个烧的猪脚干，你看，安逸哈。嗯。要切。安逸哈。嗯。要点汤汤。撒点葱花，大功告成，开始，把它搞一下。哇，安逸安逸。嗯。哇，你看好的米粉，我就把它多量挂在那个。米粉高头，猪肉干啃爽。嗯，这猪蹄吃好了，飘儿菜吃苦唧唧的，飘儿菜苦唧唧吗？嗯，小小菜。哇！飘儿菜需要这种苦香苦香的吧？嗯，对头，好吃。猪脚更好吃。哇！
酸酸辣辣的，直接好口淡了。口淡吗？嗯。你还可以再泡点点儿。炒起吃，炒起吃。我拿回去晚上炒起吃。江西炒粉，炒粉。这风吹着好闻，哎呀，忽然一阵风，享受，嗯，夏天就是要那种。你头发都湿完过了。嗯，很热嘛，我正吃着火锅了，要去买猪手去，买菌菇啊姐姐。哇，哇，人吃着舒服，过来吃哈，嗯，半肥，不用了。哎呦，有虫子！买了给我两枪吃的，今天买了两个，你看，好安逸。耶，你最近他们老是买干了给我吃了哇、啊？嗯。你是不是说哪个威胁了？我没有啊。如果不好说的话，你扎下眼睛。把那个肉跟他割下来的骨头留到下回炖汤。好，猪脚脚洗好了，拿起来给他绑一个造型。好嘞，把那头瘦肉给他飘下来。那弟弟点儿都不吃肥的那个，才叼嘴哟。好，那个都弄起锅去，给它绑起，等会儿切的时候才得成型。好了，都拿去煮去，冷水下锅，葱姜、干辣椒、干花椒、香料，再加一点点盐，等它出水煮饭。猪脚煮好了，把它捞出来。冷一下我们都给它弄起切了哈，然后闻到好香哦，冷过了把它切成片片儿，你看那个好 Q 弹哦，弟弟你看那个瘦肉好安逸哈，看挺安逸哈，腿腿蹄膀肉，嗯，筋儿主要是有好多筋儿，黄瓜点点肉敷到下头哈。瘦肉，那个全是皮子。好，我们来打个调料：青红、小米辣、小葱、大蒜，淋个热油，爆香。再倒碗辣椒油、青花椒油、蚝油、生抽、白糖来一点点，倒一点凉白开。把它搞转搞转，你看那个，哈哈哈，好安逸哦，淋到高头哈。好安逸，好安逸。阿公够沉，我去要稀饭了。嗯，开始了哈。别我催他咋办？哭啥？吃个瘦的，这个瘦肉是要好吃些，感觉有劲儿叫去。哎呀呀！哎呦，有虫子！哎呀，你想到啥子了？想到人了没？看不到虫子？没了。我来给我两枪吃的。你看，嗯，那凉拌肉太舒服了。还好今天买的两个猪脚哦，那个吃饭哪个找得做啊？我说你遭威胁了，你还不相信？
没有。那个眼睛不是啥的。我就想对你好点儿。不然又是吃面，又是吃粉，又是吃那样那样的哈。你快点吃吧，吃完我再来喝碗稀饭哈。要的，爹现在跟我可以。嗯。哎呀，婆婆快坐过来吃。要嘞。哎，婆婆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头发都白完了。老了。啊，白得快，甩着头发。哎。啊，走我屋头去，我等会给你染头发，给你染黑，年轻20岁哈。好的。你等会又来又哈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秋妹儿，刚刚去赶场买点猪蹄，等会回去做个碳烤猪蹄吃哈，把猪蹄子拿去洗干净。你啥时候变成一个托尼老师了？哼，我经常都给我妈妈染头发。你头发染不染嘛？我给你染一下。那个托尼老师的名字叫啥子？托尼球。托尼球啊。托尼球。是。猪蹄拿去出个水哈，冷水下锅，葱姜料酒，好，给它出去。出好了，给它捞出来，捞出来还要给它卤一下。哇，今天猪蹄子好多哟，待会婆婆也吃。干辣椒干花椒，香料、卤料、生姜倒到头哈。哦哟、哦哦，老臭来点点儿，火转哈。那卤料粉好香哦，要煮起来。婆婆，我给你染了哦哈。要得，你要么我染花了不得，你相信我嘛，只要会梳头发都会染。那个简单得很，我妈妈的头发都是我用那个梳子给她梳的，直接往你头发上梳，你的白头发就盖住了，你看嘛。那个闻起好香哦。那当然喽，这个是植物配方的，不得伤头皮，容量还大，染完那一次还能用上2-3次。好了，弄好了，婆婆，等10-15分钟你都可以洗了哈。哎，念念起码还有大半瓶了，婆婆，你以后如果想染的话，直接放在高头梳都可以了哈。要得。方便得很。哇，那个猪脚肉卤起好香哦，捞出来都可以弄起烤了。嗯，对头，哎哟，想起都流口水了。你烤到上面你再吃。嗯，我想吃点水晚餐可以哟。你先烤到高头你再吃。哇，要得，来烤猪蹄了。那个猪蹄卤起好趴，你看。卤趴要烤起吃起安一些。吃起安一些，对头。快来，快来吃西瓜。脸刚花的、哦、嗯，你头发哎可以哟、哦、你看染起虚黑哈，你看走到吃哈，我来弄起刷油喽，等会弟弟要给钱喽哈，我那在摆摊喽，那个教练那边动起那个肉，动一动一弹一弹的感觉，像那小朋友屁股那种，你看哈。撒上调料，婆婆吃的辣不辣？啊，不辣，不辣呀，那我少弄点哈、嗯。哎，我来放两个有辣椒的，在那放青果吃。啊，弟弟要不要辣椒？好，多来10个，我们两个。多来10个哈，可以。碳烤猪蹄，要得喽。嗯，好安逸。哎呀，婆婆快坐过来吃。要嘞。哎，那边边那个是不辣的哈。好。嗯，我也来吃个辣的。啃了哈，婆婆，啃、直接拿去，我们都是江湖儿女，不拘小节哈。嗯，好吃，口弹。嗯，吃得惯哈。嗯。嗯。还有筋。就吃点肉，婆婆。好。嗯。我给你染的可以吗，婆婆？染得好。可以哈，你这玩意儿还染的不好些，好些哈，而且那个也不刺痛哈。嗯，等你白头发长出来，我又给你染哈。要得，嗯，可以，再吃个西瓜。哇，我吃东西是闭着眼睛的啊！嗯，睁这么大眼儿，主要是你那个眯眯眼儿。
是？我眼睛比你大小啊。嘿。我的是卡子兰大眼睛。不不，他眼睛也很小哈，看起哈。我的是卡。弟弟大字。卡子兰大眼睛。笑死我了。跟人家个眯眯眼没法比哈，人家个。你算是吗？全是胶原蛋白。你看那个还有劲儿，你们稍微吃慢点，再婆婆一个还没吃完，你两个都快完了。婆婆赶忙要吃哈。嗯，交起来。你说我的蒜。不辣呀？蒜不辣，吃起好香哦，蓬香。你尝尝吧。嗯。不辣。辣的辣。你真的，你看你染光头发，看起好年轻哦。好年轻。真的哈。要年轻好多。刚开始的时候头发逊白哈。嗯。要年轻，二十岁起码。对。和我七十几。嗯。七十。你染不染其他颜色嘛？给你染个其他的颜色。要不得，要不得，要不得，要不得。不得，洋气些，看起。嗯。西瓜阿姨，吃西瓜婆婆哈，嗯，口感都吃西瓜，嗯，嗯，弟弟快点吃了哈，好，嗯，多等你一句话，你快点去吃了，你们先吃哈，你们先吃，巴适，再来个猪脚脚。嗯，猪蹄子好香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秋妹儿，好久都没有吃干锅了，今天我们来弄一个猪蹄干锅下来吃。走，走走，回去整去。猪蹄拿去洗了。好，虾也洗好了，现在把猪蹄拿去卤一下。今天猪脚好大哟。啊，对，葱姜料酒、干辣椒、干花椒、老抽、卤料包放进去。好，等它卤起，我们去把虾处理一下，虾背剖开，好，虾线去了。这个虾背跟它剖开，等它炒起来的时候会更加入味儿。啊，猪蹄卤发了，把它捞出来，捞出来和虾一起炸一下，给它搞点淀粉，炸起来会更酥脆。开始炸虾，哇塞！哇，那炸起来哟！好，稍微炸一下，给它捞出来。好糟哦，猪蹄下去。好，炸好了，把也把它捞出来。捞出来开始炒料，葱姜蒜。干辣椒、干花椒、豆瓣酱、香辣酱，给它炒出红油来。哦，虾子、猪蹄、合转合转，青红辣椒、洋葱，扣到里面炒。放点点孜然面儿，好，合转都要得了。孜然面是干锅必不可少的。对头，香得很哈。我现在也炸。嗯，好，出锅，开始捞蒜。哎。哎呀！哇，开饭！来嘛，开灶！我吃个虾子。嗯，美味。好入味儿。说说，再来个猪脚脚。嗯，和牙齿一样嘛，真的。猪蹄子好香哦，又怕又嫩。今天那个问题啥没听啊？你不夸姐姐没？嗯，估一下。
哇，笨！嗯，我的猪叉子好好吃，哇！多吃点它。嗯，多吃点。男朋友叉子。这是精华一点儿。嗯，吃了半个猪脚了。磕个都不饱。嗯，不磕不感觉，晓得吗？好吃，咋着了你？嗯，每次吃那个虾都喜欢嗦一口那个脑壳。叉叉也超吃啊！嗯，好吃，最好吃就是叉叉。直接上上吃，不要了，我先吃一会儿菜头。哎呀，嗯，海椒也好吃，哇，好巴适，太好吃了，哇，三个猪蹄子。你这个手那么跟那个猪蹄头像，那么肿起的。我昨天都缝自己了呗，看嘛，整个手指头块那一坨都泡起。他不按我。嘿嘿。在没在练练嘛你好，现在拿起给焯个水哈，冷水下锅，葱姜料酒出好了之后把猪蹄舀出来，好，舀出来之后炒调料，锅里面倒油，炒点糖色哈，抓一把冰糖进去，那个油温度不要太烫了哈，不然那个糖油都炒糊过，炒起冒黄泡泡了，倒调料进去，哇呀，炒香了之后加水，再调个味儿，放点胡椒粉儿、老抽、盐巴、大葱，好，现在把那个猪蹄子放进去，等它煮。那个猪蹄子炖了一下午，你看，好安逸哦，脱骨的猪脚，你看，好安逸啊，安逸啊哈，好，开灶，来吃吧，两个老师肿起，感觉拿东西都不灵活了样。也少吃点，你会长胖。人家瘦都啥种？说去，真的啊。你们看见那些胖的那个瘦都啥种？喷凉喷凉哈，啊，吃吃吃，哇天，哎呀妈！太舒服了，之前。嗯。哇，那个劲哦。提起来。嗯。你手那么肿起，有点红啊！我哭了完，咬完，我爸爸喊我莫哭，我喊做梦，可能哭了哈，想跟那个曲子唱不唱？嗯，今天那个猪蹄自己买醉了，好好吃。吃了你不让你多吃了。不胶原蛋白。主要是你手肿了，刚好。
长得更大噻。你没吃，那你吃出来。我是没中过，我可以吃。哎，感觉手都消肿了一样。包治百病哈。好怕火。哇，那个吃起好热个。你把头发剪完嘛？你头发那么长了。我不能剪，我要留钱扎起。我要变成一个淑女。你不是妹嘞，你留头发咋子？我是，我要留长头发。大家说我留长头发好看些。哪个说的？他骗你。大家说的。骗你的。真的呀、啊，你看买别个都说的呀、啊，你看网上那些评论，都喊我留起。你把头发还是剪过。剪过。真的啊。个屁！你以前就晓得坑我。哇。那个炖小扒哟，我想留一个给我妈他们吃。留一个给你妈吃吧。你吃过哟哈。我老汉肯定好喜欢啃那个哟，龙盘。好。八年那个时候，八十。